8月28日30时许，北投区公民路15巷口发生一件普通机与行人的交通事故。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时，有台普通机由公民路北往南行驶至肇事处，双方发生碰撞，肇事人机车提示身体多处擦挫伤，行人的部分肋骨骨折。那机车骑士的酒测值送医后，已经由医院抽血检测，详细的肇事责任可能会再做进一步的厘清。那北投警方呼吁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，应该礼让行人优先通行，并放慢车速。后续警方也会持续针对车辆不礼让行人的部分加强做处理。人，你休困者，你莫搁振动啊，无你受伤会麻烦。哎呀，你休困者，嘿，莫振动，有家叫救护车，嘿，莫振动。忍耐者哈，大家叫救护车。所以你是护士吗？哪一间医院的护士？所以你是护士吗？哪一间医院的护士？是，我现在离开药局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。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，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